Thank you.
连续两首的快歌，谢谢。唱首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很热情，很热情，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人非常多，然后，现在到底是几点啊？现在有12点了吗？怎么大家精神还这么好啊？等我吗？是来等我的意思是来看我的本人，还是来听我的歌？昨天也有去哔哩马莲的人举手。哇，昨天有去哦，谢谢谢谢。昨天跟今天一样漂亮的举手。谢谢。好，第一次现场看到温岚的朋友举手。哦，真的，谢谢。那觉得本人比电视还漂亮的，请举手。我真的很喜欢你们，很诚实，给自己拍拍手，真的。很开心，然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？然后相信也是有来看我表演，然后想听我的歌。刚才有看到，刚带来第一首就是我新专辑的《L》，还有之前在2007年的《热浪》。接下来这首歌《夏天的梦》，祝我生日快乐，想听什么？傻瓜都会唱吗？后面的朋友也会唱吗？昨天在另外一家哔哩马莲，大家唱的没有那么大声，今天大家大声一点好不好？Yeah.
每次在表演的时候，时间过得特别的快。然后每一次在台上，然后看到大家跟我合唱，然后你知道那种互动，其实站在台上的我，真的心里是那种感触是蛮深的。谢谢你们今天一直坚持到现在，有听到你们都要听到的歌了吗？我祝我生日快乐，还有什么？OK， 那知道也有人知道，你们知道会听吗？地狱天使 ，Oh my God， 蓝色雨，蓝色雨大家听过吗？蓝色雨渐远，我还在原地，来不及吸引你注意。我，小心。女生也是很热情的。好，还有一首歌，我之前创作的，写给我弟弟的一首歌，你们也会啊。未来的每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为命，别忘记彼此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你这个厉害，站在前面的几乎都是铁杆的话。好，这首歌，接下来这首歌，大家一直刚刚一直在念出来的歌名，我们就一起来唱出来这首《祝我生日快乐》，谢谢。
新年快乐！